好，歡迎收聽今晚嘅動漫無雙，我係主持雪玲，有馬兒啦，鏡花先生，贏者，講完蒼藍鋼鐵啦，有啲主持覺得唔係咁好啦，但我覺得點都唔及呢一套，我哋睇完之後原本滿心期待，但睇完之後呢套被譽為呢個叫咩啊？史詩式嘅失敗啊嘛，即係 epic fail 嘅意思啊，係好史詩式地失敗咗。唔係又未算失敗嘅，喺日本出完咧係個宣傳片，個畫紙就唔開期待嘅，入去睇就。咩嚟噶？唔係啲畫係幾靚嘅。你應該咁講，即係始終呢套嘢伊能計劃寫嘅呢個三部曲，咁其實先播咗最後一部出嚟先啦，佢就唔係順呢個次序啦。雖然聽聞應該係冇乜關係，只係寫咗三本小說啫，因為係同埋呢部都係合寫嘅，因為係伊能計劃佢死咗留低咗首稿，過咗身之後佢嘅好朋友幫佢完成，佢未寫完啦，總之就係啦，係啦，續寫嘅故事嚟嘅，係啦。咁我哋今日要講㗎啦，就係、是、呢個《師者帝國》嘅劇場版。劇場版啊，咁咧嗱，我哋主持睇嘅時候咧，我哋係完全未接觸過呢個原作嘅，我連故事簡介都未睇，甚至伊藤計劃咩人都唔知嘅。係啦，因為本人都未睇過呢三本嘅小說嘅，其實睇佢宣傳嘅時候，咦，好似呢個劇場版感覺上啲畫 OK 喎，不如去睇咯咁樣。你睇段宣傳片咧，好震撼，哇，好精彩，好刺激，又係嗰啲咧，嗰間 studio 最中意咯，個吹畫非常好睇嗰啲咧，係咪同你寫嗰套期待嗰套一樣？都係有啲驚驚地搞到我而家，啲吹畫真係幾好。睇嘅咁嘅關，咁啊呢套作品咧，嗱我咁講嘅，講咗我個感想先啦。我係睇完，我一瞬間嗰個其實嗰一刻，我已經係總結成一句説話噶啦。佢頭三十分鐘係一套鋼之煉金術師，佢後尾嘅劇情係一套叫啲關，唔係啱啊！佢兩個人寫噶嘛，而家。咁前後風格唔同，係好學嘅一事。喂，而家係兩個故事，兩個 set 同一個人拍㗎嘛，套電影。唔係，你諗下，你好抵㗎。你俾一張戲飛價錢睇兩個唔同嘅故事，其實係前後，其實中間應該有過場休息，不過中香港 cut 咗咩嘛，應該一定係咁樣嘅。兩個故事嚟講咩？咁間公司真係做 Guilty Crown 嗰間公司嚟嘅，所以叫結晶化咯。我嗰時覺得啊，應該係佢哋真係好中意畫結晶化先係咁樣嘅啫。應該咁講啦。嗱，前半佢一開頭，我承認其實佢頭嗰二十零分鐘咧，其實真係做得係好吸引嘅。吸引嘅原因就係咩？佢一開頭佢拋出咗因為成個故事裏面最核心嘅問題，靈魂究竟係咪有重量？即係靈魂，因為呢個依廿一刻嘅重量係嘛？廿一刻嘅重量係咪代表就係靈魂咧？即係其實依個亦都講緊就話靈魂到底係咪真係存在？因為對佢嚟講就話佢哋就算話製造施者呢個技術，所謂注入虛擬靈素嘅嘢，佢亦都冇好肯定話呢樣嘢係就係代表靈魂，只係叫做呢一種物質可以令到死人再次活動，係啦，都冇話復活啦，活動啦，其實係。係啦，因為佢開頭亦都講過嘅，死咗嘅人經由虛擬靈素復活咗嘅施者，已經係失去曬所有嘅語言能力啦、記憶啦、感情啦。純粹只不過係你當係一個勞力單位嚟，唔係甚至乎係寫落去嗰啲嘢係一個替代性嘅嘢咯，即係已經代替咗原本係靈魂嗰個位置。你即係當佢係先至係一個 hardware， 你入嘅靈素係一個 program 或者 software， 你入啲咩俾佢，佢就可以識做啲咩嘢，類似咁嘅情況。所以你睇落去就會明白對手借代都係機械人嘅事情啦，好似一個即係感覺上啦。而呢個位我會話點解我會話開頭話我覺得啊，真係好有鋼之煉金術師嘅嗰個感覺咧。因為鋼之煉金術師一開頭佢都係拋咗一句就係煉金術嘅法則，佢呢度其實用咗同樣嘅處理手法去做呢件事，而頭嗰二十分鐘的確係貫穿緊呢件事，因為佢哋不停係尋找緊就係點樣令到即係我哋嘅男主角啦，阿華生啦，咁咧佢就一直係喺度尋找就係靈魂到底係可以存在同埋可以叫做你某種意義上佢係真係好似鋼之煉金術師咁，佢係想令阿 Friday 係再次復活嘅。係令機有復活，同埋一來就係嗰種嗰、那個主題係好切合到，因為佢一步一步去探尋，咁其實係帶領緊觀眾去明白緊究竟嗰個主題會去到終點係咩嘢啦。同埋就算係嗰個觀眾，你會開始喺嗰廿分鐘好感受到個新鮮嘅世界觀，即係嗰個 steampunk 嘅一個有融合咗呢一個舊風情嘅歷史同埋呢一啲機械時代嘅嘢咁樣。係啦，我會佢吸引咗我嘅地方，頭嗰二十分鐘吸引咗我嘅地方就係咩咧？因為佢帶出咗師者呢個設定，然後跟住師者成為一個勞動力咁。
同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喺整個畫面上咧，尤其是喺啲人來人往嘅街道度咧，你會見到咧就係咧有一班喪屍咁嘅物體，即係喪屍嘅步行方式啦嘅物體就喺度行，但係其他人又冇乜嘢咁樣，即係你會創造咗哇呢、這個世界其實好多好特別嘅嘢啊，其實唔係呢人係已經習慣咗屍者嘅存在啊，應該話。系啦，即系可能即系当带只狗散步，话唔定有施者狗喎，你唔出奇喎。系啊，有丧尸狗。唔系，其实好奇怪，即系你上咗恐怖谷嘅话，你成家都系人，但嗰啲人都唔系人嚟噶，其实应该好恐怖嘅。不过即系啲人冇人理啊，又。咁呢个恐怖谷理论系讲话嗰样唔系人嘅嘢变到好似人好惊啊嘛。咁呢度讲嘅一个本身系人嘅嘢，而家变到唔系好系人咁样嘅行动咁，咁应该系好前嘅阶段嚟嘅啫。而有趣嘅呢样嘢，其实呢个设定带嚟就系你会谂就系话，哦，佢套落一个现实嘅史嘅舞台上面嘅时候，唔系、哦。如果你生育率即系照翻原本咁嘅话，其实应该会人口膨胀噶嘛，即系世界会爆炸。系咯，即系会谂好多就系话，如果加入咗呢個設定，我哋喺呢個真係現實嘅世界裏面，會發生啲乜嘢嘅奇怪嘅問題出現呢？失業率呢個會破爆曬，佢冇勞動力物，你明白嗰時中世紀勞動力物質工廠爆發，但嗰啲工作全部私人做曬嘅，咁啲人做咩呢？冇嘢做咯，即刻。冇，就正如你而家推向呢一個科技越發達，就係、是、知識型社會啊嘛，講嘅就係、是，即係你勞動力嘅嘢可以被人取代，但係手藝嘅嘢、知識型嘅嘢就取代唔到。不過呢，就呢啲係一個，即係佢一開始鋪落靚嘅地方，就係佢放好多虛構嘅嘢落個歷史度、不論係講緊設定世界觀嘅虛構啦、人物嗰度，正如啱講華生知道一個虛構嘅小說裏面嘅角色，放咗一個真實嘅史觀入面啦，嗰種嘅虛構啦，即係呢啲咁樣嘅重疊係有吸引力喺度嘅。同埋你有個正如啱有個好奇就係講就話，咁如果係一個咁嘅世界觀，會發生啲咩事呢？觀眾係應該會期待，應該會期待嘅，期待解答啦。有冇解答到就之後先講啦，我哋係啦。咁啊，因為就即係個故事就講，因為華生就持有呢一個嘅非法施捨啦，佢犯咗幾條罪嘅。首先盜竊，不過咧呢，我覺得係阿 Friday 根本就慳佢。你係嘅，你就簽張授權書先啦，大佬。即係如果係嘅，咁咪唔使搞咁多嘢咯。跟住第二嘢就係佢非法咁樣去製造施捨，因為製造施捨係叫做政府嘅有官方嘅認可先可以製造嘅。但係阿 M 咧就好睇得起佢，你想繼續研究落去啦，或者係叫做交易啦，係一個佢就要從軍，咁就要幫佢去揾，就係話呢一貫穿整個故事裏面好重要嘅一件物品，就係要揾一本筆記。係啦，咁 M 就係一個特務啦，即係007嗰度成日講嗰個 M 啊，其實係即係 MI6 嗰個美國英國嗰個特務機關嗰啲嘢。咁亦都有即係原著有知，就係佢應該係直情係講埋佢係福爾摩斯嘅阿哥添。不過福爾摩斯最後先出場一套。唯一學筆記其實就係話係創造第一個施者嘅人所留低嘅一個嘅研究筆記嚟嘅。咁咧就佢叫做就因為本身呢個人就係成功第一個創造咗一個有靈魂嘅施者。所以就即係對華生嚟講，咁呢件事當然係非常之有吸引力啦，因為佢都係循住呢一個目標去進發緊嘅。咁啊，跟住就個故事咧，嗱，去到呢一個位為止咧。你會見到就係、是、嗱，無論好中世紀嘅時候嗰啲嘅風味咧，即係無論馬車又好啊，啲人打鬥嘅時候喺架馬車裏面槍戰啊，嘅啲人嘅反應，你會覺得係你同好似睇緊一套荷里活式嘅呢一類型嘅風格電影，其實係冇乜分別，就係好重嗰個既視感喺度㗎。但問題佢啲技術真係啊，啲槍對面槍未打中你，但你一槍打中人咧，我覺得好犀利。誒、荷里活都係咁樣，呢樣先係最荷里活咩？你唔覺得？我頭先一直同你講緊荷里活，你聽緊啲乜鬼嘢？你講荷里活唔等於佢可以做呢啲？冇錯啦，荷里活先前真實係噶嘛。嗱咁跟住咧，其實即係去到呢個位嗰時，其實個劇情都仲係好，即係好細密啦，好嚴謹啊。係啦，即係啲嘢都會，雖然有好多嘢未解釋，但係你會覺得就係話。佢有一步一步交代究竟之後故事發生咩？即係真正我會覺得就係開始飛得嚴重咧，就係、是、之後佢去呢、這、一個阿富汗，阿富汗山區嗰度。阿富汗山區呢一節嘅故事，即係佢要揾俄羅斯嘅研究者啦，卡拉馬佐夫啦，一個有消息指佢持有咗筆記啦，同埋佢一定做咗嘅嘢就係拎咗一堆俄羅斯嘅施者偷走咗咁樣，同埋又研發咗一個新嘅施者技術。係啊，有新嘅施者技術。所以佢本來佢就話施者帝國嗰個名，佢嗰度講就話應該係依個人想建立一個施者帝國，即係啲人嘅傳言係咁樣講啦。咁啊，喺叫做去呢一個阿富汗嘅過程裏面加入咗兩位嘅新嘅角色啦，咁首先就係阿巴爾貝啦，就係、是、一位軍官嘅大叔啦，英國嘅，咁同埋另外就係大路人啦，俄羅斯嚟嘅就係阿尼可內啦，就即
我依個位我都仲理解嘅，因為佢係一套劇場版。我哋以前都亦都講過就係、劇場版你無可奈何地，你一定係要壓縮，所以其實佢係壓縮咗佢哋依一段阿富汗嘅基情之旅嘅。唔係，佢哋慢慢再去到阿富汗嘅，其實中間條路有你見又行過沙漠，越過山谷，越過雪山，入冰山。你應該咁講啦，喺呢一節嘅故事裏面，其實用咗叫做一啲剪接式嘅，就係話哦，佢經過咗 A 地方、B 地方、C 地方，然後跟住就係咩呢？你突然之間就會見到就係、啲三個男人發展出一段，即雖然大家係唔同國，代表唔同嘅國家，代表唔同嘅立場，但係一齊旅行嘅一種友誼。星星相惜，女伴啊嘛，呢叫係啊。而嗱，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喺呢一個咧，你會開始快轉啦、就係、你根本感受唔到，尤其是芭比都算啦。阿尼可奈呢個角色咧，係唔知點解同華生咧，突然之間就好似好 friend 咁樣。我同你真係一見緣故咁樣，即係你星星相惜。你覺得嗰個位真係喎？佢哋只係打咗一場交，然後跟住佢哋好似都係持有一啲反氣結，都仲未好。然後打完之後就突然之間都話。嗯，得啦，朋友嘅嘢唔使講太多嘅，係飲酒啦，大家。唔係你明唔明啫？一見鍾情呢樣嘢其實好難用呢個合理嘅科學。唔係，即係我邊嗰個頭腦簡單嘅大叔同佢飲個酒，打個長仗就話有結業關係就算啦。尼可奈同埋華生，正如啱樹玲所講，一開始明明對咗對師姐見解有啲唔同嘅，無啦啦好似冇一件事嘅，點解？仲要華生冇同佢飲個酒啊！華生當日飲咗時候，華生間房要有新型師姐嘅，其實係。跟住佢喺山區裏邊嘅由師姐建立嘅一個村落啦，見到就係、哇！尼可奈呢條友，我覺得係已經係倒貼㗎啦，去到嗰個位已經係。唔係我諗緊。去打魔王城啦！咦，有魔王歡迎你嘅啊！我等咗你好耐啦，咩事？咦，你哋唔係打魔王咩？你然後跟住佢，因為呢個位其實係咩呢？佢冇好清楚去講，就係阿尼可奈同埋阿卡馬佐夫呢兩個人本身關係。因為一開頭觀眾嘅角度嚟講，睇到嘅就係、尼可奈佢係想做乜嘢？捉佢翻俄羅斯。佢都講到嘅，最緊要就係攞到佢嘅技術。唔係佢講到好明啫嘛，就係、話我捉到，唔係甚至佢講話捉到呢條友就得㗎啦。本筆記你拎佢咪拎佢咯。咁先合作啫嘛。俄羅斯就唔需要呢本筆記。係啦，同你合作原因都係咁樣啫。係啦，我試嘅喎。原來其實我同卡馬佐夫其實好熟嘅，跟住就話咩呢？跟住仲要係為咗華生，等佢知道依個咁段嘅技術究竟有幾咁可怕，將自己個身體拎咗出嚟。跟住佢都話：喂，做乜嘢事啊？其實我覺得嗰個交代佢冇交代過係佢係自愿嘅，可能佢只係俾個大叔誘騙咗入間房間。唔係啊，咁樣最犀利就係佢哋做實嘅時候，華生瞓覺。如果華生突然間砸醒嘅咧，其實睇唔到成件事嘅。我唔認同阿鏡花嘅講法嘅原因就係乜嘢咧？係咩？當阿卡馬佐夫叫醒咗阿華生，跟住話。你有心理準備去接受呢種技術㗎啦嘛，然後跟住就見到阿尼可奈坐喺度，一副深情嘅眼神咁望住佢，係冇任何反抗，佢跟住佢就話俾你睇下，就話呢種技術究竟有幾咁可怕，然後跟住就俾阿卡馬佐夫就懟咗落去，做咗虛擬靈術落一個活人身上，跟住就創造咗就係佢哋而家所見到喺佢哋旅途中見到嘅所謂嘅身形師者嘅出現，就係因為將佢哋用活人。去做材料，唔係用屍體去做材料。跟住呢個我就覺得話係完全唔知點解尼可奈佢一開頭佢係一個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嘅特務嚟噶嘛，仲要講佢有智有謀咁嘅款啦。首先佢唔係好介意俾佢要追捕嗰條友綁住咗喺張凳度，跟住仲要有一個就係、某程度上俄羅斯同埋英國本身都係喺呢個。在而家嗰個嘅形勢上，佢哋都有個對立，即係暗地裏大家合作嘅國家嘅特務。點解要咁大犧牲咧？無啦啦，我俾你，我係啦 ，show you， 係啦 ，show you 咗。但我完全覺得佢哋兩個應該係友誼嘅，因為點解咧？跟住下一個幕就係咩啊？卡拉馬佐夫自己都懟埋自己啫喎，你睇下就係咁樣噶啦，啊又死咗啦，仲咪申請呢兩條友一定。哦，不求同年同月生，做師姐同年同月生。係啦，我哋兩個就可以永遠喺個地方喺埋一齊啦。你見到㗎，最終就係話，哦，當華生知道咗卡馬佐夫嘅研究之後，同埋得知咗就係最終筆而家筆記最後出現嘅地方嘅時候，卡馬佐夫就將自己都注入埋虛擬靈術，變成一種變成埋師姐。師姐，去到呢個位嘅時候，跟住你又見到最終嗰一幕就係尼可奈同埋呢一個卡馬佐夫喺個山洞裏面開開心心咁生活，平平靜靜咁樣過佢哋過埋佢哋下半子嘅生活。仲有冇下半子？係 Happily Ever After 啊嘛，呢個就係嗰啲童話故事式嘅 Forever Time， 係啊，幾浪漫。其實呢個先係佢嘅目的啊。喂，嗰下係去到可能呢個位嗰時候，我都覺得話，你係咪仲有啲嘢未講？我都仲呃緊自己話，
劇情壓縮啫，劇情壓縮啫。我結婚有證婚人請嚟之後就 OK， 跟住王子公主越發深入落去啦，冇呢件事㗎，呢家佢哋去咗個舞會咁樣嗰啲係咪？佢誒結局咗㗎喇，真係原來佢哋已經去咗日本，跟住就因為得知咗最後就係、是、北記就係去咗日本呢個地方嗰度啦，咁佢哋就出發啦。阿巴比同埋阿華生同埋 Friday 就再次踏上呢個旅程啦。係啊，好簡單嘅，阿叔就已經開始現場嗰啲，你睇下人哋幾咁。為咗你犧牲咗咁多嘢，所以你真係要堅決地去摧毀本筆記啊！跟住華生可能嘅位置啊，跟住華生可能同佢講：我冇乜感覺。唔係華生心諗，我其實唔係識，其實我唔係識佢好耐喎嗰個人。喂，我又去食咗餐飯，無啦啦俾我睇呢個真人 show 啫，冇睇。其實我唔係，我同佢哋唔好熟噶啦，同佢一齊行過幾分鐘，加埋好似唔夠十分鐘嘅。唔係睇完咪算咯。應該咁講，呢個位裏邊咧，其實咧係應該話佢哋唔解釋立場係好難說服到人嘅嘢，就係咩 ？OK。唯一套嘅筆記，卡拉馬佐夫只係解讀到一部分，嗯、而啲佢解讀到呢部分，就係、是、令到佢發現咗，就係將活人注入虛擬靈數嘅話，就可以創造新嘅師姐技術。嗯、而問題就係、是、啦，華生係要揾嘅就係真正嘅靈魂。唔關本筆記事嘅喎，唔係呢個有得解釋嘅，就係話華生嗰陣時係想知道呢種新嘅技術，因為嗰陣時佢唔知啊嘛，佢唔去，佢唔見證過呢兩個人殉情嘅時候，佢係唔知嗰種新師姐技術噶嘛，咁、我咪要見證過，我見證哦，唔好意思啊，我唔係要呢種嘅，所以咪走翻日本咯。唔係，然後跟住阿巴入邊同佢講話，阿卡馬佐夫最後都同你講話，你一定要揾呢本筆記係唔應該存在，跟住我嘅心諗就話本筆記。是有對溫呢個成功例子，而家就係咩？好明顯就係、是，如果你用一個好邏輯去講嘅話、就是，就係卡馬佐夫好明顯就係、是，即係解讀到部分呢五筆記裏面嘅技術，所以先砌造咗呢本就係人似人，師姐唔似師姐嘅新型師姐出嚟，咁。本筆記係冇罪㗎喎，介乎喺兩種技術中間咯，但又未到完美嗰種。而最大問題就係、是、識呢個技術嗰啲人，嗱，除咗大叔你聽過係點樣做？華生聽過怎樣做，另外那兩條都變成鹹魚師姐了。那問題在於是什麼啊？你不說出來就行了？不是，其實有一個問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首先你說你研究得少少，未研究完才這樣而已。那我是華生，我研究完 100% 之後就可以，不會有事咯，是不是？另一件事就是，巴拿比，你好像受英國命令攞冇筆記嘅喎，你都毀咗筆記，你咪任務唔成功咧？我想問。其實我想講巴拿比去到嗰個時間應該都唔好知佢做緊乜嘢，你唔係一開始。佢其實係一個保鏢嚟嘅，你當係。其實應該唔係為國效忠，即係覺得唉、哎、保鏢聽咗咪做咯咁樣嗰啲種嘅感覺嚟嘅啫。咁啊，去到日本之後就啊下本少尉啦，就加入咗就係一個日本嘅支援者啦、嗯。其實就等同於其實係尼可奈嘅。角色咯，角色嘅嗰、那個嘅身份地位啦，柯南嘅角色，行到邊死到邊啫，跟住到佢啦。咁至少其實最後都冇死到啊。其實咧，日本嗰一節咧係做得最差嗰一節嚟。哇！嗰節真係唔知做咩嘢。佢 present 唔到日本國內喺應該話喺呢個世界舞台嗰個情況，淨、係知道就係咩？日本其實純粹係咩咧？一個擺筆記嘅副本，跟住佢哋就係入咗一個研究所裏邊。大理化工，定化化學定大啊？大理化學係。裏面佢就係偷呢本筆記出嚟。我覺得完全日本嗰個場景嘅必要性，只不過係唔係個必要性係在於係啊畫面上好似加啲咧日本刀啊，加啲和風嘅舞台啊，靚啲喎，靚啲嘅，因為係日本人寫噶嘛，係咯，一定日本元素落去噶。係啊，即係佢個江户時代其實明明可以有啲發揮，一個江户嘅時代。未係好開化嘅時代，有師姐咩唔同咧？其實可以幕府時代其實啊，幕府所謂咯，甚至你話古之頭髮刀差，原來就係、是、原來都係師姐嚟㗎。係其實好多嘢可以講，不過佢因為成個新讚種都係師姐嚟都得㗎。因為原著其實呢個係依家係幕府過咗明治時代，依家明治政府嚟㗎啦。佢哋應該係跟住可能可以有啲背景設定嘅書上面講，不過動畫完全冇曬啲嘢啦。係啊，總之變咗係純粹係有日本刀睇啲嘅情節。即係呢一度就其實純粹就係咩咧？為咗就係、是、日本刀斬師姐。乜嘢？即係其實打鬥嗰一幕其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就是 OK、跟住就是終於俾佢去找到本筆記了、然後跟住 Friday 就佢叫 Friday 去分析呢本筆記的時候，然後跟住去到最後就是阿巴比叫佢話：你唔好再研究啦，你就臨毀滅咗筆記就翻屋企，翻去英國探查啦，大家。因為對佢嚟講就係話，你當巴比呢個人其實佢係一個好有良心嘅，即係佢係一個有良知嘅人。即係佢覺得話呢種技術係唔應該存在嘅，但係就係佢辛苦呢一個揾翻筆記嘅重任。
就喺但係喺人性同埋命令之間，佢選擇咗人性。係、嗯，所以其實正確嚟講，一個係掹咗筆記走人就得嘅，但係佢係想就係話我分析咗本筆記，消滅埋本筆記，咁咪兩件事都搞掂曬咯，耶、yeah, 嗯！咁啊，跟住就係剩下自己知咯，係啦，係啦，耶！華生嘅 BP 睇啊，華生都係一向都突破盲點嘅，你明白？即係而呢個位度咪亦即係真正出現咗就係、是。對溫所謂第一位擁有靈魂嘅師姐，亦都係第一位師姐。我本來以為咧對溫係科學怪人，但係佢後面發覺原來佢唔係，都唔緊要啦呢一樣。科學怪人有出過嘅，有出過之後，即係對溫亦嘅出現都係好奇怪嘅。佢知道本筆記喺度，依度亦都係佢地盤嚟。其實係大本筆記佢寫嘅喎，應該唔係筆記係製造佢嗰個人創造者寫嘅。咁然後跟住咧，我係你係完全去到嗰去到依度開始咧，完全係 lost 曬㗎啦。佢點解要俾華生接咗本筆記呢？其實係冇意思嘅，因為喺叫做最終喺成個故事裏面，華生對佢嘅作用係零，係啊。Friday 佢對 Friday 亦都冇任何嘅興趣，唔係佢要 Friday 嘅肉體嘅啫。其實佢入面有咩唔緊要嘅？佢要 Friday 肉體做咩啊？佢要復活啦嘛，全身啊嘛要。你唔好理一個老人家想反目還仇。哦，你啱嘅，溝啲亂口嘅機械人。佢可能都係嗰幕嗰時搞一搞嚟，發覺啊呢條友幾正喎，睇佢可以玩咩先啊，都幾好玩。不過咧，差唔多咧，整到本筆記啦，都係出一出嚟咯，都係。唔係你應該咁講，可能佢暗地都觀察緊。你唯獨你可以解釋點解佢會睇中個 Friday， 因為縱觀成套師姐帝國裏邊所有嘅師姐。都是樣衰的，不是最皮乾肉滑的都真是快靚貨又靚。你見到的所有師姐不是皮膚就是好像面如死灰一樣，就是好像一個死人鹹魚死了很久煲乾了水一樣，就是一些成隻喪屍的死款的樣子。你有幾可見到一個好像 Friday 青你白淨是啦，所以華生 keep 得好啊，最明顯在於是女朋友可以 keep 得好一點，是啦，這玩偶來的。當然這個是一個另類的解讀，大家不要這些趣味的東西很難理解的時候，因為在那個時候應該說在總整個故事裏面，這 Friday 和華生對溫來說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價值，被他接觸的筆記都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咁所以其實你呢一節開始呢，佢呢一節開始我就話係由呢一節叫做呢個位轉捩點開始，由日本片開始呢真正叫啲關法成套真正開始，唔係見到結晶開始出嚟啲，結晶係標出嚟。叫啲關法係咪一個名詞，代表劇情係暴走嘅意思？我想問。唔係喪屍化咩意思啫？有啲喪屍咬人喺度都可以你一樣嘅。咁啊，你話呢一節裏面跟住佢哋就。原本之前已經一早出咗場嘅 Hattery 再出現翻啦，咁跟住就救咗咗阿華生，就帶佢翻去呢個英國啦。係、啦，咁呢段過程裏面其實就開始咧，就係咧突然之間，原本有一個尋找筆記嘅故事，變咗拯救世界嘅故事。突然之間係將所有唔同勢力嘅嘢，將佢集束埋喺一個舞台上面，炒埋一碟，分別就嗱，而家去到呢個就係咩咧？對溫究竟要做啲咩？冇人知道。跟住就係 Hattery 所屬嘅政府組織嗰度，究竟想做乜嘢？都係 Hattery 唔係公司咩？佢開頭係公司出嚟嗰陣係。咁然後跟住英國政府嗰邊想做乜嘢，亦都唔知道。然後跟住俄羅斯亦都插一腳。俄羅斯嗰邊已經咪死曬啦，嗰啲冚家搞亂曬啦。偶然都有幾個啲 KFC 嚟送死嗰啲出現嘅。哦，都有嘅。哎，唔記得咗呢個爭啲，但係都唔緊要啊。就係咩地方啊？就算你咁多個勢力喺度出現咗個劇情又好，你唔知道背後嘅勢力係做啲咩嘢都好，完全唔緊要。因為點解啊？只要阻住男主角，全部都得死，唔理任何原因，係啦。總之就係男主角我夠勁，我有 Friday 我超強咁樣搞掂。唔係咁啊，唔係嘅 Friday 其實都係冇用 Friday 真係。啊，而呢個故事裏面當然去到呢、這個去到即係呢一節英國最終嘅一個章節位啦，呢度。是完全將整個佢係破壞曬整套師姐帝國嘅嘅。之前我哋見到嘅師姐都仲係叫做佢保持咗，你會認知就係佢唔係喪屍。但係去到翻嚟英國呢一節，所有嘅師姐真真正正全部都係喪屍。唔係最慘嘅係嗰個劇情明明頭五分鐘就係不停強調俾你聽佢唔係喪屍，佢係一隻 program 咗嘅
屍體，咁就爭好遠嘅。唔係佢 present 俾你睇，應該係一種冇對人類冇任何危險嘅嘢。但係你又用咗成個後半部完全打自己嘅面，咁你點樣解咧？然後跟住最攞命嘅最攞命嘅一件事就係咩咧？佢 present 到個畫面嘅形象就係咩咧？你唔好俾啲屍體咬中啊！你俾啲屍體咬中嘅話，你都要變成屍體。但即係如果咁樣嘅話，我好難唔用喪屍嘅 concept 去形容緊而家嘅事件嘅。唔係，仲因為佢仲好順理成章去表達緊呢件事俾你聽，明明冇設定講過呢個事情嘅喎，但佢又覺得係咁嘅啦。你唔明咩觀眾？唔係設定冇講，係設定講咗變一變屍體咧，係要死咗之後插入啲虛擬靈術先變屍體，唔係一咬一咬就變屍體。即係經過一種技術㗎嘛，大佬。即係當然你叫做咩咧？佢用嗰種技術嘅方式咧，點解叫開始叫做呢度焦啲方法就係咧？咁呢度我哋不得不提就係、是、首先有一個計劃就係、是、哦。阿 M 點解想阿華生去揾筆記呢？即係呢個大魔王，即係又係咧，而家係興呢一件事啊！個大魔王話：其實我係想拯救世界，但係佢拯救世界嘅方法就係咩咧？去毀滅咗個世界佢。但係跟住咧，嗱咁樣係冇問題嘅，破壞與再生啊嘛。但係跟住你同我講，你同我講翻，你點樣再生啊？諗住，即係佢咧係。你係好顯然覺得咧，啲人咧佢係冇諗過咧。我唔知嘅，破壞咗先得㗎啦，到時係啊，到時就會有到時嘅方法㗎啦。死曬之後，咪咯，咪搞掂咗，咪咯。即係你係好難理解就係、是、阿 M 佢點解係要破壞呢個世界嘅？事實上我，因為對呢個人亦都係叫做你除咗知道就係呢條友個樣古古惑惑，同埋佢淨係叫做佢派咗華生。去揾筆記之外，你對呢個人嘅認知係零啊！事實上，佢點解要破壞世界？唔係係一個破壞再生嘅世界啦！我唔記得咗佢再生嗰 part 啦。個動機其實個電影版我印象中係冇講過嘅咯。唔係你可以推測得到咯，推測到都係嗰、那個都係嗰個超絕大嘅原因咯。就係咩？有冇原因啊？我就為咗毀滅，我對呢個人類世界遠絕望啦！又毀滅人類，有暗示少少嘅係，但問題 OK， 你人類絕望，你毀滅人類咁，但係。嘅字點咧？但你好似冇改變自己喎，你仲收喺度喎，想點啊？係啦，佢就係嗰度就係人類已經無用啦。跟住我話：阿生，你係咪唔記得咗你自己都係人類啊？即刻中意未成，我中意未濃。所以我都係冇救噶啦，好明顯啦，係咪先？然後跟住當然，即係佢實施呢個計劃就係佢係要靠呢個筆記同埋就係佢有對温呢一個嘅師姐。其實嗱，去到呢一個位置係咩呢？係基本上成套動畫嘅故事咧，佢處理就算話點解需要對温啊？唔知噶，總之話，因為佢係第一個師姐啊嘛，咁即係第一個師姐關咩事？唔知噶，佢話點解需要本筆記？即係本筆記係話俾我聽係製造有靈魂嘅師姐。咁然後跟住咩咧？喺我哋個畫面上，佢嗰個所謂咁嘅大機械，即係成個 Guilty Queen 嘅塔喺度嘅時候，哇！跟住話哈哈哈，跟住我就要毀滅呢個世界，我就要成為呢個新世界嘅神啊咁嘅嘢。跟住你而家先，跟住你先發覺到嗰本筆記原來係一個鎖匙，去開動嗰個機關嘅。我每次睇都發覺，其實一本筆記是一本鎖匙，唔係一個知識嚟㗎嘛。係咯，奇奇怪怪。唔知佢明明一開始講知識，但係之後每一次佢都係裝入部機器度，做，跟住部機器識咗㗎啦。仲有諗翻之前，唔係諗翻之前，柯富航嗰度，卡麥都同阿華生講：你冇筆記，你就知道要毀滅佢㗎啦。但問題，我冇筆記之後咩嚟嘅呢本嘢？跟住對温原來就係對温都有對温嘅呢一個嘅計劃。對温嘅計劃咧，嚇嘆為觀止。我只能用呢四個字去形容。即係呢條友就係咩呢？活咗咁多年，佢覺得凍，佢覺得寂寞，佢想發情，佢想製造屬於自己嘅物種嘅種族。係啦，咁製造自己嘅物種，首先就要即係講擴大自己嘅細菌啦，繁殖啦，講緊生育嘅問題，咁啊當然要有一陽同埋一陰啦。係啦，即係要對象啦，主要緊係。但問題咧，師姐你個想講咁啊，出現一個。幾結構性嘅問題嗱，OK， 你想搞嘢，我覺得情有可原嘅，即係師姐都有性慾，我唔否定呢樣嘢。佢冇講過，佢有靈魂嘅師姐嚟噶嘛？佢冇神同埋啱條女啦。跟住 ，OK， 你 OK， 當然你本身個身體已經係年老力衰啦。OK， 你要揾翻個年輕啲嘅 body， 我覺得 OK 冇問題嘅，即係先唔好論個師姐裏面究竟能唔能夠製造精子，我即係深敲先嘅，我都唔提啦。但係最後你揾嘅目標，你揾個機械人同你生咧，咁我又覺得好有問題啦。其實佢知唔知道我係機械人嚟嘅？我想問一個問題。
我至少我哋觀眾去到佢嗰個機械人自爆之前，佢係一個機械人嗰陣時，即係佢都係為師者嚟噶嘛？呢個女，呢個愛迪生真係細啊！愛迪生做電燈膽佢又知啫，機械人都識做，潛水艇又識做。O K， 翻嘅做揾 Italy 呢一個女叫女機械人，佢就係話成為呢一個新世界嘅夏娃，即係呢個位咧。是真的好有 guilty crown， 就是阿艾同埋呢一個阿 Hironi， 再加埋呢一個阿澤嗰一幕嘅劇情嚟㗎，我覺得係。既見到就嗱，當然呢個我都係話啦，你係唔能夠理解一個死咗嘅一個一條鹹魚同一個機械人搞嘢，係因為發生乜嘢化學作用？應該唔會有任何嘅嘢得出嚟喎。即係嗜好嘅嘢就我已經唔想吐租啦，但應該實質上嘅計劃就做唔到咯。即係呢個實質上，許康納講到話，我要創造新世界，新世界咁咪點解？但係當你冷靜啲去諗一諗呢件事、就係呢個機械人，一條鹹魚，一條死咗好耐嘅鹹魚，話唔定佢冇話俾你聽啫，佢研發咗呢個鹹魚加機械人。繁殖嘅方法咧，哦，咁你都要話俾我聽、可能筆記有寫咧，寫機械化，哇勁！我新嘅種族我明白，新嘅種族咯，機械化師者。唔、你試嗰個師者唔夠，你冇試得第二樣咯？係啊，師者同機械爭咩？爭撈埋一齊咁樣搞掂啦，係咪先？唔好睇小維克特筆記，我覺得好神嘅。我哋新隊搞掂啦，應該。即係呢一節橋段就係開始咩呢？原本呢套嘢其實係好實在喎。佢唯一超科，應該話超科技嘅嘢，就係師者技術呢一件事。但係去到最後咧，你就覺得咧，開始咧由翻去呢個英國片之後咧，所有嘅嘢 B 級片嘅喪屍啦、機械人啦、音波啦音波啦，可以通行全世界嘅音波啦，力啦，係啦，跟住作為沙窩嚟，跟住作為人類嘅 Barbie 係可以對抗呢個喪屍。好明顯，你知唔知去到嗰個係咩啊？爆黑傻咯 ，Barbie 就係 Chris。佢對付緊嗰隻，佢唔係包黑手，我覺得似鬼武者多啲咯。唔係，我係突然之間覺得話，我睇緊一套搞乜鬼奪命嘅集作，咩都有啲。係咯，B 級片嘅風格 ，C 級片嘅劇情，同埋D 級片嘅設定，係啊，或者冇設定啦，可能本來D 級片嚟用。係跟住你係叫做咩咧？突然之間就話哦，講咗一大堆嘢，然後跟住又係啊唔小心就係咧，即係機器嘅嘢，大家都好意外嘅啦。坑一坑嘅話，咁個計劃就散咗啦嘛。唔該，整好啲機械啦，真係得啦。哎呀，筆記呢啲嘢咁樣比較易碎啊嘛。即係咁個故事，跟住最終就係以就係、是、哦消滅咗呢一個德溫，咁啊跟住 Hattery 就冇被呢、這、一個新輪化師者新輪化，咁啊變翻咗一個普通嘅機械人。哇！犀利點換衫？然後跟住就而最有趣嘅一幕就係咧，因為前一幕嗰陣時候大家會見到就係一個包哈薩式應該喪屍式嘅故事，就係當被師者咬中嘅人就變咗做死者，然後跟住就變咗師者，然後跟住當叫做破壞咗呢個筆記，應該話將呢個筆記解除咗威力之後，死咗嘅人翻身，唔係翻身咁簡單，係變咗師姐嘅人全部變翻曬人啦。仲要係咩啊？冇傷口啊！喂，我見到有咬大動物俾人咬斷咗嘅喎，你點樣翻身？最呢一幕最明顯嘅就係喺一個叫做師姐研究室裏面，出面有一個女性嘅叫做秘書嘅人員，俾人咬到條頸就爛咗，然後跟住仲喺度打緊字，跟住到件事解決咗之後，條頸係冇血冇爛到，然後跟住話發生咩事？唔係華生嗰時心諗，早知唔使搞咁多嘢啦。原來篤幾下用下幾下原力就搞掂曬嗰啲嘢。你哋 force be free 係啊，哼哼哼咁樣彈幾下音樂，哼幾下鞋已經搞掂啦。我使乜搞咁多嘢同 Friday？ 唔係 ，Friday 嗰個係日本動畫有嘅意志表現，我哋兩個意志可以激到你，意志扭轉一切。然後跟住其實咧，你都係跟住就係、是、呢套嘢係去到跟住係繼續詭異落去嘅。去到最終就係跟住阿華生叫做啊，終於叫做咩啊？呢、這個即係你揸咩一本筆記，最後咪又攞我手上嘅時候，跟住呢條友跟住又翻返去佢自己嘅研究室裏邊。係啊，要條女啦，主要係跟住就唔知。點解就環境咧係好似令到佢想將自己變成師者？因為佢揾唔到將佢好基友花地變翻做人類嘅方法。係啦，跟住佢都冇辦法啦。我唯有同呢個花地喺埋一齊，得翻一種方法可以行啫。就好似卡拉馬佐夫咁樣，冇錯，相屬相砌，相屬相砌，俄羅斯式嘅殉情。即係呢個位，嗱呢個位其實
嗱，你開頭如果個解讀位就係咩咧？你就係話因為佢知道北鏡，應該話全冚實，好似冚世界人都知道就係華生係持有北記㗎啦。嗯，即係話其實對佢嚟講就係話佢經歷咗咁多嘢，佢最終決定就係佢要封印呢本北記，等永遠冇人知道呢一件事咁樣。然後跟住就好似就跟住咁樣就哦個故事完咗，雖然你話、啊、我都真係唔知道你做緊乜嘢，不過算啦，最終最終即係勉強心情嘅嘢你識條貼咩？勉強講得通啦、啊，即係呢個都叫做係嘛？係啦，即係我又尤其是係啦，即係對得開始睇嘅人通常腦筋都唔係好正常嘅，你明白？嗯。OK， 到彩蛋位置嘅時候，聽完首歌啦，跟住啊大家覺得唉有啲 sad 添，即係最終都唔能夠同機令到機友復活，大家相熟相猜，唉，真係算啦，不過呢套嘢叫師姐帝國啊嘛，咁梗係由兩個師姐去做完結㗎啦。跟住最終，但係佢又見到就係華生係冇事，原來嗰個機器係咩？最後係令到佢失去曬所有記憶，失去曬所有即係呢一節嘅記憶同埋所有師姐技術相關嘅記憶。Friday 又無啦啦。好似係變成咗有靈魂嘅師姐，好似類似代溫嗰種感覺啊嘛！呢只即係 Hattie 叫做佢就變成咗就係即係福爾變咗福爾摩斯橋段裏面嘅就係 Alan 啦呢個角色啦。我睇完就話你做乜鬼啊？唔係即係話咁唔係你還翻上一幕，我都仲會覺得有些少而為你感動過半滴眼淚俾翻我啊！唔該，唱完首歌冇咗你。唔係我諗，你係咪想拍續集咧？即係福爾摩斯對華生啊？咪應該唔會有續集啦。應該唔會啦。佢已經純粹 end 咗噶啦。已經純粹下一個係福爾摩斯嘅故事咯，大佬。咁你不如唔好出福爾摩斯啦。即係呢個位裏面就係話，究竟其實我感動還給我啫。本筆記最後點樣？如果咁樣又即係本筆記其實咪喺發現咗 Friday 持有咗。咁究竟 Friday 係咪已經恢復咗呢一個？佢在世時候嘅靈魂呢亦都冇講到就係、是、但係呢一切嘅嘢變成咩一切嘅嘢其實呢套嘢係冇講過任何嘢。嗯。還原基本部。還原基本部就係、是、即係佢最終佢最拍人真嗰嘢就係咩佢就喺華生喺佢嘅研究室裏面佢係講返叫做好似叫做起承轉合佢問返就係話靈魂呢個問題，跟住我開頭都話啊，你原來仲記得有呢個問題啊！你仲夠膽識喺我面前提呢個問題嘅喎？最終可以答咗一個似有還無嘅答案，即係呢啲日本動畫嘅特色，我明嘅。但係最終你唔好俾個咁嘅劇情去做一個作結啦。唔係，我有種感覺係咧，當佢講完啲似有還無嘅答案之後，監督覺得好似冇講過嘢喎，一定佢啲良心過意唔去嚟，真係覺得都係加翻段尾俾佢啦，咁樣就出事啦，而家即刻走。唔係啊，其實呢個答案咧，我冇諗過嘅。不過算啦，咁既然原作好似福爾摩斯喎，係我未出過場喎，係咪出場先啦就？佢第一醒起自己係喎，嗰個其實叫華生嘅喎咁樣。而嗱，我咁講就係所謂靈魂嘅橋段，當去到卡拉馬賽夫呢一節開始，去到之後嘅劇情。其實從靈魂呢件事其實基本上係冇任何關係㗎喇喺動畫喺呢個劇場版嚟㗎後面只不過係咩呢一套 B 級片喪屍圍城嘅。唔係佢有段一幕嘅。搞乜鬼奪命集作。佢又話啊如果你靈魂返嚟呢仲有筆尖敲我鼻咁有做過呢幕嘅但呢話有咩意思其實冇意思呢就已經冇件事啦。唔係呢啲情情信物嘅嘢啊，基情啊，唔重要啦。即係靈魂呢一節，佢突然之間就話，佢一直係尋找緊，就係點樣去叫做你當係就係、是、煉金術士裏，即、就、係、是、鋼之煉金術士裏面就係死者蘇森呢一件事啫嘛。嗯嗯嗯，人體煉成係啦，即係差一樣啦，差唔多嘅嘢啦。死者蘇森係威王，唔係嗱，愛德華就要復活翻細佬身體，佢揾翻嗱肌肉嘅靈魂。嗱、一面就有 body 冇靈魂，一面有靈魂冇 body 啊嘛。哦，真理之門嘅問題。咁其實佢哋都係揾緊真理之門嘅問題嚟嘅啫嘛。咁呢個位裏面亦都係見到就係呢一度，佢真正步驟就係、是、因為佢依度所有其他嘅之後所有嘅嘢，佢乜都冇講過。個重點已經再唔係去咗 Friday。同埋華生呢兩個角色身上，去咗一個大舞台嘅故事。呢兩個角色係咩呢係隨住個大故事穿插，穿插喺中間，跟住劇情去走。而就係話佢哋想自己想做嘅嘢咧，係一啲都做唔到嘅。其實尤其你諗下最終決戰嗰一幕咧，其實冇咗華生喺度，同埋有冇華生喺度係冇分別嘅。如果兩條友喺度打緊嗰時，佢就華生出嚟執死雞，簡單嚟講就係冇啦。即係對我嚟講，其實嗰期嘅主角點睇？如果要阻止到件事嘅，一定係巴比。唔係應該話華生解決咗隊温，同埋唔解決隊温對佢嘅本來嗰個要求係冇影響的。唔係佢順手啫，唔係啊，巴比。唔係佢要唯一最大問題就係佢搶咗個好基友嘅屍體啊嘛。嗯。
哇，咁呢個都幾大問題嘅，呢、這個的確係。係啦，咁而家跟住即係最令佢憤怒嘅時候，佢仲要俾條女佢啊嘛。我唔要女啊！唔係，炸溫攬住條女，又有機油，佢攞曬，阿華生乜都冇曬，即刻係。唔係你明白華生要俾女一下，佢都覺得冇乜所謂。那個女咧，本來都覺得啊，呢、這個可能是師姐嚟嘅，都可能我都理得過啊。嗯、機械人嚟嘅，我唔得，我就係要師姐。唔得係啊，唔師兵啊，係啊，唔要呢啲嘅，咁所以佢先至覺得咁一定要俾佢啦。我淨係對師姐有感覺嘅啫，對機械人完全冇感覺噶，唔好意思 ，sorry。二嗱 ，OK。即係動畫就應該話劇場版就係咁樣，好多人其實我睇完之後都帶住一滿腦子嘅疑問，跟住我都喺啲人行過嘅時候咁話，啲同原組爭好遠喎，個開頭已經唔同曬喎。我哋都開始嗱，雖然我未即係認真開始睇原作，咁我第我叫做阿友馬亦都睇開始睇緊原作啦。唔係開始，其實捱咗好耐，我睇咗第二部中間，其實唔好意思錄音嘅時候，而家都係咁，我係我嗰日睇完電影即刻翻屋企，喺阿伯叔逼咗落嚟嘅即係。咁就睇咗一半啦，睇到中間第二部啦，就係、是、咁劇情當然係完全兩樣嘢嚟。係啦，即係咁講啦，其實我覺得呢套嘢掛得叫做即係你係伊藤計劃叫做喂人哋嗰叫做遺作嚟，你搞啲咁嘅嘢，我都覺得即係你有啲唔多尊重死者嘅。其實我覺得呢套嘢其實好唔尊重死者㗎，成日見到㗎啲死者變咗屍者，唔係變咗喪屍嚟嘅大佬，你有冇尊重屍者先，大佬？咁你話呢度唯一叫做呢套即係呢套嘢裏邊係睇完之後我都話佢真係。個頭係真係開得好好，個頭去到卡拉馬佐夫由人類，即係為咗展示俾阿華生睇嗰個禁斷嘅技術之前嗰一段都 OK 嘅。唔係我咧嗰段都勉強俾佢啦，嗰、OK、段雖然個唔係邏輯上有啲奇怪，但係最多只係話係太快，佢哋嘅感情推進，佢哋嘅友誼增進得太快，係震撼力係夠嘅，即係佢至少俾你睇到，你明唔明白咧？隻口中所講嘅靈魂其實係咩嘢啊？唔係，係你一路追求中嘅技術，係一樣咁殘忍嘅技術嘅時候，你係咪咁天真咁？你係咪真係要再追求？咁本來呢幕都仲係好好，有少少感動位嘅。係啦，但係後面咧就反而真係完全唔明白原來有幾重量咯，我都覺得有幾超係八樓啦，其實佢係有幾殘酷啦，我都唔知道你做乜其實。即係對唔住佢啦，其實，所以一啲人咧，好多人睇完之後，呢套電影就係話咧，哎呀，我睇唔明呢一套電影咧，其實係唔需要問呢個問題，因為你唔係睇唔明呢套電影，佢電影冇講過啲咩嘢俾你聽，所以你先睇唔明啫。冇錯，佢仲講翻到第一部添，咁你咁講話後面兩部點算咧？我即係話心理陰影先夠有，應該已經冇關係。我睇完第二部和下嘅 PV 即係宣傳片之後，喂，就係爛片嚟嘅死，個頭開得唔係幾好啊！即係叫做呢套嘢個頭你話佢真係叫虎頭蛇尾啦，我可以話，如果你話我形容呢一套嘅《師姐帝國》嘅作品嘅話、就是，就係即係原作嘅，我唔敢講，因為我都未睇曬，我即係我仲慢過有嘛，我睇咗第一部少少啫，係啦，我都未即係叫第一部都仲叫做跟得比較好少少嘅，唔係應該話師姐嘅世界我睇到啦，帝國喺邊度？唔係，其實點講咧？其實劇場版嘅地方好怪嘅，第一部即係你嗰第一部去嘅時候咧，有啲師姐會襲擊阿華生佢哋嘅。咁其實我啱啱頭啲人邊度嚟嘅呢你一團人呢有英國人亦有俄羅斯人應該兩上冇會打你哋其實。或者咁講啦因為本身呢套戲呢如果睇原作嘅時候呢所有嘢都係吻戲嚟嘅。佢即係佢叫做啲緊張刺激嘅場面都係由吻戲帶出嚟嘅唔係由戰鬥帶出嚟。即係你意思係小說本身其實都係靠吻戲靠佈局去令到你入嗰個世界。係冇錯。係啦。呢度呢你見到嘅成套嘢裏面係好刻意地呢我覺得佢係驚啲人悶親，係咪怕？所以佢加咗大量嘅動作場面，大量嘅戰鬥場面入去。但係正正就係呢啲動作戰鬥場面就係加咗入去之後就係咩呢破壞一套嘢啊！你令到佢冇時間去解釋乜嘢係靈魂，乜嘢係師姐，點解會形成有靈魂嘅師姐？呢啲種種嘅設定嘅嘢，你係冇辦法。我覺得嗰啲係高潮嚟㗎。你好老實講就係話。我覺得最精彩嗰幕，我睇得最慾景嗰幕，就係、是、卡拉馬佐夫同阿維克尼注入虛擬靈術嗰嗰下大叫，冇打噶，你見到喺張凳度你點嚟點去咁咩？然後跟住雙眼反白，然後呢個就係師姐新嘅技術，你咪想要啊？你比起任何一場阿巴亞比大戰呢個科學怪人又好，結晶化嗰啲又好啦，結晶化又好，定還是通街喪屍喺度咬人，定還是呢個 Hetali 無雙都好，原力無雙。你見到就係、是，喂，我覺得嗰幕俾我嘅震撼力係仲更大。而呢一幕其實係一套文戲嘅緊張刺激鬼嚟，都有番茄醬嘅。唔係，我諗嗰樣嘢係
嗰樣嘢係叫劇力咯，即係佢嗰啲叫做打大官能嘅刺激咯，係、嗯、啦。但係正正唔係呢套嘢需要啊嘛，最好廉價。因為實際你教佢啫，你教佢好煩，即係睇嗰陣望題。但係我其實可以諗下咪先。你哋一個英國、俄羅斯聯合代表去揾人，咁邊個得閒去拍《獅子襲擊》先？邊個話黑手先？諗住《獅子帝國》去咗之後，歡迎你哋嚟啊！你唔係兇手，咁嗰啲人邊度派嚟㗎？唔係最慘嘅嘢就係同你講，就係如果本身嗰個作品係買呢啲官能刺激嘅嘢，一味打打打打嘅，咁咪 OK OK 冇問題噶。咁問題在於個作品本身唔係咁樣噶嘛，你走去加依落去，忽略咗本身人哋最重要嗰樣嘢。即係甚至係由我朋友嘅朋友，即係佢睇曬嘅嗰度話出，佢話哦，其實咧佢裏邊係有清楚解釋咗點樣形成師者呢個結構，點解師者即係佢師者會有呢啲咁嘅行動嘅嘢，同埋點解會有一啲類似靈魂嘅動作嘅嘢出嚟，係有跟即係佢有一個設定嚴謹嘅設定，有一個解釋喺度嘅。跟住我話有咩？有原著小説開頭，因為華生其實唔係整花地嘅，佢係學生，佢係研究師姐啊，好優秀。嗯，見你骨骼即係話，見你技術咁精良，我派到呢個特務跟住拉入去嘅。咁其實開頭學院又好，佢不停調查又開會，你發覺好多師姐嘅技術研究，佢講到即係可以爆炸喪屍點整嘅咧？嗯，唔係爆炸先咧。哦，因為人嘅身體入面有脂肪啊，唔知咩金有啲成分點樣混合咗之後，佢講到好複雜好詳細嘅佢係。咁劇場乜都冇啦。即係試圖用一個叫做物一啲現象所構成嘅物質裏面，只要嗰個嘢持有，佢就用一個超科技嘅理論去令到就話佢可以發生呢件事，即係你。唔係唯一唔可以解釋嘅就係所謂超科技，但係呢套嘢裏面你就係超科技呢件事嘅話，我哋係可以接受嘅，唔解釋呢件事。咁個作品個架構本身就係靠超科技咁樣。但係你而家就係、是、佢唔係而家唔係去到後期就唔係超科技唔超科技嘅問題。佢話乜就乜咯。佢已經連個獅子個性質都改變埋，關佢喪屍嘅。其實拍到後面個作者已經，喂個導演開始唔記得咗自己係講獅子咯。我覺得係迷失咗，我覺得迷失咗。所以最終嗰條問題就係佢即係我覺得係，我覺得個監督係好有勇氣噶。佢最終佢夠膽同我提翻就係乜嘢係靈魂啊？佢講呢一句就係獅子係話。我知嘅。唔係啊，最好笑原作呢句就開頭提一提啊，做研究師姐嘅時候講一講就算，後面冇阿華生唔係去揾你靈魂啊嘛，冇關係根本就係、是。唔係當你叫做你好多時就係你睇呢啲所謂嘅入戲院睇戲啊，其實你好容易俾套戲一啲焦點啊，或者佢一啲佢嘅手法去轉移咗你視線啊嘛。即係我嗰、那個位其實我覺得係咩㗎？難得咧經過咗一大場爆炸，然後跟住又最後拋咗啲好奇怪嘅嘢出嚟之後咧，佢轉移咗你視線之後咧，佢仲夠。膽夠有勇氣就係話翻俾你聽，乜嘢係靈魂呢也黑嘅靈魂，首尾呼應啊！但係導演喺嗰刻都揾翻自己的靈魂啦，相信都係因為回魂啦，佢都回魂啦，真係。誒係喎，原來畫緊啲四啲帝國喎，監督唔得啦，冇翻劇本先。誒係唔好得了，係啊，啊是但啦，撩翻嗰幾句嘢當首尾呼應就算啦。諗翻完開頭故事嘅延續身，嗰度又講翻也黑嘅靈魂，不過大家倒轉咗嘅。嗱幾完美咧，係咪咧？係啦，首尾呼應啊嘛，是但啦。所以就小學生即係嗱呢套嘢對我嚟講，我建議之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睇嘅朋友。睇完頭二十分鐘之後咧，就唔該去咗翻去睇原作啦，報翻原作，係啊，唔係去到卡拉馬佐夫死咗之後就可以睇原作，大家就真係可以睇完原作之後再睇翻後半段嘅笑片，作為一個花絮，咁個觀感就會 fit 曬。係啦，唔係嗰啲係個同人嗰啲，唔係嗰啲係拍完成套嘢嗰啲 NG 片段咧，就係嗰啲啊。唔係嗰啲 feeling 就出曬嚟。唔係嗰啲感覺就係正如你喺一本作品咧，意猶未盡，撈埋同人執先。係啊，同人同人。係啊，睇同人嗰啲去到。有啲支線啊，係啲搞笑嘢。你海盜城，你睇完一套美國嘅 A 級片之後，再睇一套 B 級嘅感覺點樣集作？哦，原來可以咁玩嘅，可以係。幾好笑喎！嗱，有馬講嗰個係真係一個睇法嚟㗎。你睇完一套嘢，即係搞乜鬼奪命集咗？點解啲人咁鍾意睇？就係因為你明白曬所有嘢之後，佢攞曬裏面抽咗啲咩元素嘛？嗱，你會識笑啊嘛？嗱呢套嘢裏面，你除咗要睇《獅子帝國》之外，你要睇，你要有資格睇二十分卡拉馬佐夫之後嘅劇情。我話俾你聽，你要睇乜嘢作品？叫啲框，爆黑神，科學怪人。誒啱啱嗰套電影，嗰套科學怪人嘅電影一定要睇，係啦。咁就係 B 級嘅喪屍片啦。咁然後跟住仲要睇咩啊？福爾摩斯。
啊、我唔介意你睇而家英國劇嗰套 Sherlock 定還是係冇所謂嘅，冇問題嘅。系啦，我覺得睇英國劇嗰套反而可能更加好啲，唔係基成龍啲咗咗，唔係甚至乎咧睇曬呢度所有嘢，睇埋劇場版啦，先至去睇福爾摩斯都得。咁你先會攞到就係搞乜鬼奪命雜作個精髓，嗰種咁嘅感覺出嚟，唔係嘅話其實你 feel 唔到嘅。其實好老實講，我覺得即係我成日都話。你要多能夠多個度睇一套動畫，你就要睇多啲動畫。唔係睇一個惡搞嘅異彩，你睇先原著係咩先知道係。係啦，你先會知道就係你先會識得笑，你先會覺得就係話啊，導演係有深度喎。你先會知道福爾摩斯入面咁多個案件，其實好多嘢都係華生搞出嚟。哦，黃克索在身邊，一切都係華生嘅錯。咁呢套嘢係嘅，所以你明白華生嘅突破盲點就因為個盲點，突破盲牆，突破盲牆啦。黃生就係我偵探，所以依一套作為一套紀念伊藤計劃嘅呢個作者嘅套電影咧，最大紀念嘅地方係在於話俾你聽咧，睇電影係冇用嘅，睇翻小説係啦。佢推廣翻個文字俾你，橫向推廣啊！佢真係犀利，拍套爛片可以逼你睇小説，真係我都犀利嘅啫。誒，佢拍咗套半爛嘅片，係啦，你要睇得明呢套作品，你一定要博學，係啊。好似我哋咁樣，乜嘢作品都要睇，乜嘢作品都睇。嗱，而家上述裏面佢所有嘅，頭先我介紹你所有作品，我全部有睇曬，咁就睇明啦，耶、yeah ！咁我就知道呢套嘢裏面應該話至少我知道製作群都好中意睇電影，佢哋取材咗啲乜嘢？咁你就覺得話啊，其實佢哋唔係亂嚟，佢哋係有做功課，不過亂做功課點解啫？好用心啊！見到咧啊～哈提尼咧同啲喪屍，唔係同阿索喪屍打時候咧，哇！無雙大戰啊，一夜罰佢死咗十幾，一堆無雙咧，卒仔都冧曬檔即刻，哇！無雙，嗰啲叫無雙咩？完全冇掂個師姐喎，你同我跳落去，原力一推全部冧曬。佢冇推過咯，就係講嘢啫嘛喺度，嘴炮嘴炮嚟嘅，其實明唔明啊？哦，三個字十三個字，哦好啊，跟住全部重複提嗰，仲好提呢個三個字十三。玩到出神化嗰個算啦，呢啲歐題材嘅嘢，咁啊嗱呢套其實嗱介紹就去到呢度，咁啊當然亦都係啦，佢就快就香港就快就會上嘅，和諧啦，二部曲啦，係啦，係啦，咁啊 ，By the way， 其實咧呢部嘢本身係第二部上嘅，第三部上係和諧，但係第一部咧虐殺器官咧係上唔到嘅，一間公司執咗笠。所以拍緊而家在，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呢一個咁和諧我哋再繼續會睇嘅主持們都係係啦，咁啊。即係師姐就唔師姐，係咪和諧都會唔和諧咧？嗱咁我都嘗試緊，究竟我諗緊嘅今次我應該係睇咗原作之後先入場睇啊？我諗住睇咗原作先，應該睇原作先。但本書咧仲未喺台灣揾佢。唔係，其實我建議係乜嘢都唔睇，睇咗劇場版，挑起你嘅興趣之後咧，先至走翻去睇本書。都得啊，都可以。唔係咁，我實講我自己唔係好擔心嘅，憑我咁博學嘅知識，我相信我總會睇得明套作品嘅。哪怕是亂搞搞到啲咩人，係啦，即係佢絕對唔能，佢根本上冇可能越過嘅見位嘅咯。我覺得而家嘅動畫製作公司咧，佢哋所有大概嘅近咧，佢哋用嘅範圍咧係唔能夠越過嘅見位。你計到十步之後嘅謀略，所有梗我都應該會理解嘅。係啊，唔理解嗰啲真係唔好睇。我諗我真係唔係好擔心呢一件事，所以都話大家。就睇多啲動畫，睇多啲作品又冇問題係啦，唔一定係動畫作品，啲小說有睇多啲荷里活電影都冇問題㗎，甚至太佐治啊嗰啲都可以，係人間失格都冇問題㗎，係啊，好啦，咁啊今集我哋去到呢度啊，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